看下蛋了没？看到蛋了看吗？见了，看见了，看到看蛋见了没吗？有？看见蛋没有？你看看见鳄了鱼没怎有？么看白见了蛋没的？有？鳄鱼宝宝是正在下，好像肚子都扁了，是的，是的，好像下完是吧？了啊。肚子扁了，你看看这个鳄鱼趴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坑就是这个鳄鱼自己爬的。鳄鱼爬坑是用后面两条腿爬坑的。它爬完坑以后就开始准备下蛋，有些是已经下完蛋了，它在孵化，两种可能。它正在盖桶，它在盖桶。哎，小心别吓着它了。对，它看到来人了，它想把它盖住。它可聪明了，你们别看鳄鱼的智商很高，小哇心哦。塞，太好玩了啊！别太近了，别太近了，太近了吓着它了。哇，哦，你看，撒下来看蛋，下蛋了你没？看，看到蛋了吗？它还轻你看到轻蛋了的去吗？爬这个蛋，哎，好玩得很。你看，开始扒土了，这是头一回见到哦。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啊。哇塞！你看他这么爬，一爬平啊，那需要时间了啊！刚刚下完蛋了，下完蛋了。哇，今天大开眼界了，哎，原来这个鳄鱼蛋是这么埋起来的，好玩不？想来吗？